太无聊了。哎，要不然给二狗子打电话，叫他过来炸金花。反正这家伙钱多，赢他的钱没得说。哎，喂，二狗啊，那啥，赶紧上我家来一趟。干啥呀？炸金花呗，快点来啊，把钱带好了。又炸呀？哎呀，来吧来吧来吧。行，等等啊。哎呀，来了二狗啊。嗯，哎呦我的妈。咋的毛豆，今天过来给我送钱来了啊？这么多钱呢？干啥呀？说啥呢？谁给谁送呀？开玩笑呢。你别笑。那啥，炸金花，开始吧。开始吧。来来，带够钱了吗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那玩牌还能不带钱吗？是不是？瞅你带着这点钱儿。玩多大了？我最近500。500啊？嗯。啊。多了吧，所以这钱行，200吧，200啊，200。啊，行，往那个200。加500，我看牌了啊。二狗啊，那啥，我这把我先不要了。哎呀，第一把就让我赢啊啊！我让你看一下牌啊。哎呀，你玩啊，这运气这么好呢？那是，哎呦我的妈！小李，飞了。要赢点钱嘛，激动啥呀？必须激动啊！走，我这把我按200了。200，我加注500。跟你。再来500。好的。那个啥，那个先欠着呗。你别笑。欠着。行啊。来，200差300啊。跟上。老豆儿。啊？干啥呢，在这儿？打牌呢，你没看见呀？我说你天天的不知道上地里面掰苞米，就知道在这玩牌，哼！你懂啥呀？你个妇道人家！我告诉你啊，这小赌养家糊口，哎，大赌发家致富，知道啥呀你？哎呦我的妈！行啊，玩，使劲玩！啊、上去了，来，继续。那个啥，要不你看我这也没钱了，你借我点啊。干啥呀？借我钱？这赌场要哪里借钱呢？啊，你玩不玩啊？不玩这钱我收了啊。别干啥呀？我想办法不行吗？想吧想吧行。二狗啊，好了，我把我们家厕所压上行不行？在这玩呢啊？谁洗要你家的破厕所啊？啊，玩不玩？玩个牌至于的吗？鸡头白脸的，我玩，赶紧上钱。
子，那啥，我把我们家房子押上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把房子押上啊？直接押家底儿啊？押，我就给你赌家底儿。行，我跟你啊。钱是我的了吧？等等，着啥急啊？看到没？那个小房子归我了，不是房子。大哥，江哥，你看这把别算数了吧？这我把房子租出去，你让我们两口子住哪儿啊？以后？哎呦我的妈！管你住啊，你爱住哪儿住。怎么样？走人，不送啊！我赌，哎呀，说这钱多的不知道咋花了都。大狗，大狗，咋的？出来了？不服？不服？咋的？再战一把啊？行，今天咱们就玩一把。我就冲着我这房子来的，我今天我要把它赢。行，有魄力，带钱了吗？这是我刚跟亲戚借的，走，放你。你别笑。来吧，按二百，按二百，好，等一下。五百，继续跟，跟，五百，哎呦我的妈！还有钱吗？我先看看牌啊，看。那个二狗啊，你看我这也没钱了，没钱了，毛豆啊，要不你把你新娶的媳妇儿给压，还想把我也给输出去啊？快闭上你的嘴吧！我不为了赢回咱家房子吗？再说了，肯定能赢，你就放心吧。继续啊，好嘞，两千块，拿着，花，你别笑，你好牌吗？不玩了吧，老公？怎么不玩了？房子不要了？我是一家之主，我说了算。讨厌了没？啊？现在这房子是咱们的，钱。干啥呀？还没看我牌，你动钱呢？啊？看到没？天牌。这房子。媳妇儿啊，走，跟我回家啊！走啊，毛豆媳妇儿，走啊！你要是我的人啊，知不知道？走。媳妇儿，媳妇儿。真的是，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。
己输了家，还把媳妇儿给输了。我以后再也不玩了。